把它拿出来。正面看得比较清楚，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。制作魔术蛋糕的材料有：牛奶350克、低筋面粉85克、鸡蛋3颗、无盐奶油75克、蛋黄使用的砂糖60克、蛋白使用的砂糖20克、香草精10克。首先先将牛奶加热到50度，在加热过程当中呢，我一并把无盐奶油放进去，让无盐奶油呢融化。加入砂糖拌匀，融化的奶油一边搅拌，一边倒入牛奶。加入面粉，然后过筛。把拌好的面糊啊，再过筛一次。你看，还是有一些面糊没有搅拌均匀，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过筛。这个动作一定不能少哦。面糊我们先拌好，我们先放旁边，我们来打蛋白。加入一半的砂糖，
蛋白啊打成这样子，还有很明显的纹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将这两个混合在一起，我们取一点蛋白啊到这个蛋黄糊里面，不用很均匀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把一些蛋白再放进来，最后的蛋白霜加进来。好，这个是最后的蛋白霜，我们大概混一下就可以，不要混得太均匀，大概这样子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今天用的这个是8寸的圆形膜，然后一定要铺一张那个烘焙纸。我们现在将面糊倒进去，稍微用筷子把它画平一整，把它放到大一点的那个烤盘上面。我加的是冷水，这样就可以烤了。我们以上火150度，下火150度，我们烤50分钟。准备冰水，将烤好的蛋糕放到冰水当中，我们浸泡5分钟。5分钟到了，会做这个动作呢，是因为希望让蛋糕呢整个会先降温一下，然后再放进去冰箱。做个盖子把它封起来，才不会表面干掉。哦，破掉了。现在将蛋糕放入冰箱冷藏，蛋糕烤好了，我把它拿出来，这已经是冰过一个晚上了。因为我做的是比较薄，
正面看得比较清楚。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。来享用蛋糕了，它真的是很明显的三层呢。它第一层是蛋糕，这是蛋糕体，然后中间呢是有点卡士达嘛，他们说卡士达，然后下面是比较硬，下面这个是比较硬的那个布丁。很明显，好吃，好甜。我这个配方呢，加了很多的那个香草精。你不要以为说啊，我怎么放那么多香草精？因为讲坦白，我那个香草精，我是自己做的香草精，不是一般市面上那种市售人家先帮你调好那种香草精。我那个香草精是用兰姆酒加那个香草荚下去腌制的，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使用了。下次有机会，我那罐也快用完了，我最近也要再来制作那个香草精。下次制作香草精的时候呢，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脸书上面，一个动态，告诉大家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。可以进来啊。我在拍影片啊，你要试试看，真的有成功哎。你在拍影片，我怎么没听啊？没关系啊，我现在拍得很自然啊。嗯，好吃。对，这是不是明显？对。所以我觉得我上次加那个柠檬，我虽然加那么多柠檬，但是。我觉得柠檬味不啊，你要啊，好吧，这边。有吧？哈哈哈！把我整个拿走了，反而柠檬比较没有味道，对不对？我有试做用那个柠檬下去，但是我觉得那柠檬的味道有点偏淡，比较没有办法呈现出来。那我觉得再怎么样用，还是觉得香草精是最好的一个调味，然后整个味道会更提升，更好吃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次一遍。再见喽，空盘还给我，好吧。